这次上大人又到哪里去了？ 沈上大人，嗯，啊，薛元姬啊，真早啊！居然放着政务不管，在别人房里睡觉，看来需要惩罚你一下啊！哎，拜托了。怎么这么爽快？最近大家都与我疏远了，真是无趣。 就原籍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无论历程变成什么样子，子上大人就是子上大人。你会像这样逃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啊。<笑>是啊。如果疲惫了。 就原谅你一下好了。啊！不过，为了防止你又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啊！那太好了。